5月13日消息，据此前爆料，英伟达 RTX 4060 Ti 的 8GB 显存版本将在5月24日推出， 16GB 显存版本将在7月推出。现在外媒获取了有关 RTX 4060 Ti 16GB 型号的更多参数信息。据报道，两款 GPU 都采用 PG190 PCB， 8GB 版本的 GPU 为 at 106-350， 16GB 的 GPU 为 at 106-351，两款 GPU 的 Q 的核心数相同，其他参数可能会有不同。 16GB 版本显存翻倍，功耗为165万，比 8GB 版本只高5瓦。整理 RTX 4060 Ti 和 RTX 4060显卡最新爆料如下。消息称 RTX 4060 Ti 将采用 at106GPU， 拥有 4352Q 的核心，配备 8GB16GB128GDDR6 显存，TGP 功耗165/160万，采用 PCIe 4.0x8 连接。频率方面，消息称 RTX 4060 Ti OC 型号最高可达 2.68GHz， 其单精度浮点性能可达 23.3FLOPS。 RTX 4060显卡预计将采用 at107GPU， 拥有 3072Q 的核心， 8GB GDDR6 128 bit 显存，功耗预计为115万。